完咗圣诞节，身价跌得最快嘅一定系火鸡。但系喺英国，旧年圣诞就已经食咗100万只烤火鸡啦。片完肉嘅火鸡壳其实仲有唔少肉，用剪骨刀帮手可以拆出一大碟鸡肉，连埋骨头留起熬汤，就可以化成另一款新美食啦。加埋一碗火鸡杂菜汤同埋烘脆咗嘅面包，又系丰盛嘅一餐啊！